Oh boy. Hello, 我是 Sunny。Sunny 现在人在台中，要来吃这家，跟大家介绍这家映月。其实呢，这家映月呢已经开了15年，在这2年呢才搬来这边公益路上。那么呢，两边的装潢很不同，因为之前的映月呢装潢呢比较时尚，那这边呢感觉比较像婚宴会馆的感受，比较华丽一些，两边的装潢风格不一样。那菜色呢都是以创意料理为主，那这边呢的菜呢会更多一些。那这边呢也有10到20个人的包厢，大概有9间10间。那这边菜色呢有几个必吃的，像是烤鸭啦，他们有片鸭这种世界地图，待会来看看什么是世界地图。那还有呢，这边还有一些蛮多创意料理的，我们一一来为大家来看看哦。那现在就跟着 Sunny 走进来吧。然后这边就可以直接吃了。